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，闻你的呼吸，一眨眼一万年，留给我别困住你。如果可以茫茫人海见面一眼相遇，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。不是蜘蛛打野怪，是齐安娜配蜘蛛的英雄容错率就是很低。这边这把好像全职业，我们这边 ID 不太熟，对面应该是全职业，辅助不知道，其他几个好像都是职业。直接屏障挡我伤害了。
操，这没出来，那电线没打出来。人全来了，这兵线还行，应该往我这边推的。不是完泽利也罗布加血吗？不至于吧，兄弟。太弱了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被飞饼打死了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당했습니다
快的呀！ 下塔可以早就会拔一下，没多少血了。这巴德可能会钻洞过来。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这弟弟发育挺好的。
帮不了一下兄弟，哎呀，我先 Q 就好了，我这不 Q 出来，这不 Q 放慢了点，这波先 Q 就好了，这么难受吗？一滴血没死，不太弱了，兄弟，这一 Q 九特特打不死吗？ 抓着泽里，发育的太舒服了。
还蛮追，赶紧追吧，有意。我操！ 打不死兄弟，太恶心人了。 这泽利发育的有点好。 我有闪，有机会开到他。 可以留啊！哎，坐门去留啊，他们打野不在的。哇，摸都摸不到就没了，这团也太难受了。 等我闪吧，我没闪，有点不好打，必须得闪现一波，给这后排冲了。水银鞋可能需要一个。 大幸运加水银鞋加春哥，这团我才能活啊！我现在只能先拼伤害了，我得一套能秒这个泽利，我一套秒不掉他的话很难说。
三档子，这边哪也没了，让他换了个惩戒。 惩戒就打了个玩偶，并不是很赚啊。 龙还怎么还被抢了，兄弟？坏了呀，是被智商碾压了。龙还被这巴德偷了。 这波尽力了，应该能一波，一波。 哎，不一定一波得了，这杰拉能清线呢，好像不一定一波得掉，但就他一个。 应该可以吧，有个炮车，他没那么好清，别让他清。线没了，能拆掉吗？哦，应该拆掉，还行。漂亮，赢一把好不容易啊！